Hello, nice to meet you. My name is Kathy. 我的中文名字叫做贺杰芳。我拥有15年的教学工作经历，目前持有的是国际汉语注册教师资格证和中教一级的教师资格证。我有着非常丰富的教学经验，在教学上，我主张的是分层教学和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。在课堂上，我喜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，来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。我认为学习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。如果你现在正在学中文，就请你来找我吧。If you want to learn Chinese now, come with me.